李承昌入韩43年，曾经出演多个经典角色。日前，李承昌出席《美丽战场》的宣传活动，提到已经连续3套剧都饰演坏人。会怎样去设计每个奸角的分别？他表示今次比较有趣，导演问他可不可以演一个跟平时不同的大佬呢，然后他说他好像未做过咸湿大佬，所以李承昌向导演提出加动作戏，提议用手摸女仔大髀，亲自用行动告诉观众知他是很咸湿的。